你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我都帮你看。你好，我想换屏。好，您稍等一下。嗨。哎，我就要一个屏。但是我们单卖屏和帮您修的价格是一样的。可以，但我想用你们店里的工具换下屏。你会换屏吗？没换过，想试试看。那好吧。谢谢。手机给我，干嘛呀？我帮你换屏。我不用。我成功了。我祝贺你啊！我帮你给手机评的钱。我不差钱儿。我想修手机。你刚刚不是修了吗？想试试不同机型的。那你在这打工啊？我现在就想修。要不我的。你的也坏了？没有。我真的很想修你那个型号的手机。求我？求你。你慢点啊！哎，你不是这样，你别给我搞坏了。好了，还真可以啊！两个手机屏的钱都给你转过去了。好，走了。谢谢啊，顾师兄。没想到你对机械这么了解，我机械系大一的。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？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。我不打工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认识徐老师吗？哪个徐老师？高分子物理一班的班导啊，罗素许是吧？我正好找他，你和我一起吧。谢谢。进。徐老师，今天说让我把上次的考试卷子和成绩带过来给你。怎么样？我们系真的一个人都没考进。数学系的分最高。哎，放这吧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吧。你是？老师好，我是司徒墨。上次公交车，哦，顾魏毅的女朋友，怎么样？今天给老师带来什么好消息了？我就是想了解一下，上次您说有什么机会可以帮助顾魏毅。文俊，江教授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来来来，估计你又要啰嗦。来，一边啰嗦一边帮我擦了。好，教授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那学生顾魏毅吗？嗨，没来考试就是没来考试，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。哎，就是你吧？我。我跟你说啊，开始我就跟系里说了。要成绩最好的学生，系里跟我说偏要走考试流程，结果呢，倒是考了，被数学系的给考上了。最后他们又跟我说，哎，教授，他不是顾魏毅，
她是归义的女朋友。女朋友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回去告诉你男朋友，谁来当说客都没用，想进我的项目组得凭本事说话。江教授，您是说拿本事说话对吧？对啊。那您都没看过我男朋友的水平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最厉害的呢？物理系的第一名啊，你不试试他的水平不觉得可惜吗？对对对，他可是连续三年物理系第一名，要是被别的教授的项目带走了。别，我这儿啊有一份研究生考博的卷子，你拿回去让他做一下，我倒看看你男朋友的水平到底怎么样。谢谢江教授。啊，徐老师，我先走了，先生，拜拜。紧要关头，臭脸少侠从天而降，帅吗？帅吗？哎，还行还行。我接着说啊，带以铁皮坐骑，呼呼有声，怒喷黑气。那这说环保不值得，得上环保之纸吧。哎，别打岔呀，你别听他们的，赶紧说呀。臭脸少侠，语文造诣不够，也就是他救了我，然后送我去医院。亏我这么捧你场，你这小说就给我烂尾了。我睡觉了，闭嘴啊。我也吃饱了，睡觉。美女啊，把饭盒丢出去再睡，不然会臭的。默默，帮我丢一下。你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那就好，我还说我刚才去网吧打游戏，忘给你带饭了。没指望你。你看你又闹脾气了吧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不去。哎，去了。Please. 不去。妈妈小声点，他们俩都睡了。不跟你说了，我挂了。归义吃完饭这么早就来了。老师，我真的不会去见江教授的，您别再来了。老师来就是跟你聊聊天，交流一下感情，关心一下我们最优秀学生的学习生活。老师，我要做实验了，但这房屋镜只有一个，您看。你先来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我还会再来的啊。